今天是录制节目的最后一天，然后为了满足大家回忆一些心愿之旅，中午是程程的心愿啊，程程心愿就是好好吃顿饭，不玩游戏。但是还有神秘嘉宾陪一块吃。林姐的心愿吗？那是。林姐心愿自然醒。感谢导播。对。贾玲姐只要不录这个节目，天天都可以完成心愿。就在这个节目完成不了就自然醒的心愿。我刚才进来的时候特别有点像第一天咱们就是那天在吃火锅那感觉，他在这里一坐实在挺伤感的啊，就因为他在那一坐我感觉就是不是，但我真的以为那天的环境有点像求婚，你知道吧，我都已经想好了拒绝的话了。时间过得真快。其实今天给大家一个惊喜啊，来到云南嘛，然后我们请了一位云南的东道主，他来请大家吃饭。哎呀，那太好了，他跟朗哥一样有一双最贵的手。哇哦，能猜出来了。是啊，来请大家吃一吃饭。对，来云南嘛，肯定是。您坐下，坐下。我听说您看过我们节目，看过。杨老师都，杨老师您都认识我们不？他对他不是太熟。他是摄影。那你们到齐了就走了。今天特别感谢杨老师能来请大家吃云南特色的菌菇宴哈。后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桌丰富的菌宴。菌宴，对，云南要吃菌。这是红牛肝菌，也叫云南的剑手青，是生的，又产生致幻的。就是那个剑手青，我两次。你有过吗？两次。是怎么感觉呢？这人家说这个致幻是有根据这个人的，我致幻的感觉是，我看你的眼睛上有两朵白色的菊花。真的太奇怪了，眼睛开花了。哎，我说，哎，他这眼睛上怎么有两个菊花？打开了，就睫毛这些都是菊花的那个。我觉得如果你那个幻觉的话，你弹钢琴可能有十只手。对啊，煮菌子的时候一定加大蒜在里面。为什么？发现蒜黑了，它是不能食用的，就说蒜是没煮熟，可以会中毒。用蒜来验证它，这个厉害。哦，就像古时候的银针，对，银针试的是一样的。菌子必须要煮到25到30分钟才可以吃的。来，一起举杯一下，谢谢杨老师，谢谢杨老师。这一条火腿是中国的两大名腿，云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是中华老字号品牌。我其实会骗，你会骗吗？那请蒋俊老师骗一下。哎，这个肉真的，我觉得比西班牙的那个好多了。哇，刀工好好，看着还行的。哇，玲姐厉害啊！关键她手有劲儿，这个手好，有劲儿的手。这也是巧劲儿了。我喜欢吃火腿。还来小一点，把大的给我，快，程程。我来帮你挑个大的啊，大的给我。没事，这里还有，这里还有。好的好的，放心，马上就来。真的好吃。严老师，你平时也会看电视这些哈？非常喜欢看东西。最近在看什么？三十而已。哎，对，三十而已。看这个，我看很多网友看这个戏气得不得了，对里面的一些情节。我觉得他们其实代表了现在30岁左右的这种人的心态，他们的价值观，所以为什么他受欢迎，我觉得是这样，挺生活的。我觉得爱不是索取。我举个简单例子，比如说你的老公回来以后，你做了给他做饭，他回来必须夸你，他不夸你你就不高兴。这种角度我觉得就不是，他不是一个对。其实爱是不需要接受回报，那种才是真的爱情，我觉得。杨老师，他们说你有的时候一天就吃几粒米啊？那是要演出的时候，比如说你最近要巡演，哇，就开始紧张了。真是吃不下东西，就看见东西就烦。杨老师，就您前一段时间不是有采访讲那个孩子的事情，然后网上有网友说，那个女人应该有孩子，但是有很多明星站出来帮您说话，
我觉得不能那个一概而论，有每个人要选择自己的哈角度。啊，杨老师好豁达呀！我以为您会说，不，不对，我觉得那网友说的不对，反倒没有。您是说觉得也不否认他的观点？每个人有自己的观点，他可以有他的想法。真的不否认，因为自己的人生是自己的，就这一辈子哈。像我们做艺术的人，会有我们自己的一个哈理解，哎，理解。我就感觉我不是为舞蹈来的。你跳孔雀舞的时候，你想你把一个最美的生物哈，把它融到你的身体里，这完全是好像怀孕一样感觉，真的。你在跳舞的时候，你就觉得生出了很多的这种孩子一样。那么一棵树它也是你的孩子，对吧？一只小蚂蚁它也是你的女儿，或者你的一个作品也是你的孩子，对吧？其实天伦之乐有很多，它并不是说局限在那个。杨老师请大家吃到了云南非常有特色的菌菇宴哈，下面是元辅导的小课堂，考考大家，云南有多少种野生菌菇？太难了吧，这个也太难了。云南分成两个纲，11个目，35个科，96个属，约250种。哦，占了全世界食用菌的一半以上，所以云南被称为真菌王国哈。然后日本眼里，他觉得最顶级的是松茸，松茸。结果他们在云南菜市场处处可见。大家都吃饱了吗？今天吃饱了，太饱了。那我们今天也特别感谢杨老师，杨老师，我们接下来就到外边去体会一下昆明的一些美丽的景色。好，那我们走。谢谢杨老师，我们来干一个跟杨老师。来，好，来。酸奶是好东西，对，饭后一身轻盈，而且我们这个是餐后轻盈，它。干杯！干杯！走喽！啊，杨老师挺好的呀，没有像网传的那么对，多好啊！难聊，对呀，而且很豁达。不是搞得我还贼紧张，生怕跟艺术家们聊天再聊一些是不好、啊、话都不敢说。